嗨，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阿伦です。大家好，我是阿伦。大家看我现在的背景就知道，我现在正在露营。然后我今天呢，想要来开箱一个焚火台。这个焚火台呢，是我从日本特地带回来的哦。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它叫做 Sumo。然后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还有点陌生哦。它算是一个日本蛮新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它有那种后市看涨的那种感觉。大家现在有感觉到什么吗？海浪声，没有错。我现在这个录音场呢是在海边哦，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一点浪声在旁边哦。然后不过呢，不影响我们今天想要来挑战，来开箱这个焚火台哦。然后这个焚火台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一个，讲讲它有出两种不同的 size。我之前呢是已经有用过小的，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次要来试用一下这一台大的，来看一下吧。OK， 东西拿出来之后呢，大家先看到这样嘛，很多很多的像这样子的钢片所组成起来，它总共里面有五片像这样子的钢片哦，而且它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纹路，大家看得出来吗？它是那种日式的那种花纹，有没有麻叶纹？有没有这种类型的焚火台的好处呢？就是首先第一的，它的通风性非常的好，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哪边被风挡住了，风灌不进去，因为大家知道火一定要有空气，要有气流流通，它才比较容易燃烧嘛。然后第二呢，就是它这个麻叶的花纹呢，就可以看到火光从它麻叶花纹里面这样子慢慢的透出来，超级浪漫的。除了它这个主要的这几片之外呢，还有一片这个呢是放在就是中间的，可以让你下面把它垫起来，让它空气更加流通。然后另外它下面还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垫子，可以让你直接把煮好的焚火台呢放在上面。因为它这个设计有很多镂空的部分，它的灰呢会从缝隙的地方掉下来，会掉在这个上面，然后等于是你隔天呢要去打扫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打扫。然后它里面还附一个像这样子的，他们的 logo Sumo 啊，对啊，还蛮可爱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煮起来了。然后煮起来，我觉得它有一个特殊的诀窍，就是它里面呢总共有五片嘛，有四片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片呢是主要的那片。要怎么来分辨呢？就是看它这个上面这里，这边呢上面的这个凹进来的地方有个洞的，就是主要的那一片哦。然后诀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主要的这片呢拿在手上，这上面都有洞啊，就是可以让我们这样镶进去。然后这样子它就固定起来，然后一样这边就把它放下去，对，就像这样子。然后你把五片呢放上去之后呢，就然后再像这样把它折起来，一开始那边再把它穿过去，有没有？像这样呢，大致上就完成了。为什么我说大致上？因为它还缺一个可以固定的。这个时候呢，就拿我们刚刚的它这个附的这个勾勾呢，它这个有洞嘛，你就把它勾上去，这样子呢它就不会散开来。虽然说它现在还是有一点会这样动了，但是其实它已经不会散开了。来，我们给它稍微近看一下，有没有很漂亮？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上面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底部的部分呢把它放下去，锵锵，这个焚火台就完成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好看。另外呢，它还有随那个焚火台附上这个骨德，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架在你的这个焚火台上面，下面火柴在烧的时候，上面就可以热水，或者是你要干嘛，你要放什么，基本上都 OK。你要这样子放，或者是什么要这样放等等的都可以，它每个角落都可以放，我就觉得蛮方便的。而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大家是什么吗？我们现在呢是五片把它拼出来一个五角形嘛，但是它其实呢也可以用四片。四片呢就又会拼出来不同的造型，我们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好，打开来就是像这样的，有没有？其实还蛮好看的啦，就是也蛮好组装的。然后这个拿起来，我们把一片拿走了之后呢，我们再同样的把它穿到里面去，然后一样这个挂钩不要忘记把它勾上去。中间这个呢一样，它两种造型都可以对应，这样你就又获得了另外一个造型的焚火台，有没有？感觉超棒的。然后呢，这刚刚这个呢一样是可以使用的，就是它也是对应它两种不同的 size 呢，这个五折呢也都是可以用的哦。OK， 好，那我们现在机会难得，我们把小台的也把它组起来吧。小台基本上里面附的东西呢都是一样，它有附一个这个收纳袋，我自己是觉得很方便，你就可以什么东西都一起丢进去就好了。组完大的再看小的，还蛮迷你的。不过呢，因为每个人的露营的习惯不一样嘛，像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呢，所以这种小型的呢就够了。然后这个因为我有使用过，所以它有一点点使用的痕迹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它虽然说用过之后有点黑黑的，我有把它刷洗过了，所以说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蛮好洗。总共呢也是有这五片不同的这个叶片哦。然后一样呢，我们找出上面的那个凹进来的部分有洞的这个，我们把它拿着之后呢，其他我们可以先放。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拼起来。
小的就蛮可爱的啦，就算你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觉得应该也是 OK 啦。但如果你想要喜欢大一点，想要放很多木头的话呢，那大的可能会比较适合你。有没有？这样其实熟练之后呢，它很好煮，然后它也是有附一个它这个小吊牌，把它勾上去，然后再把中间的这一片呢，把它放在中间，小小的焚火台就完成了。然后当然它上面呢，它也有附一个这个五格，然后一样是可以把它放在上面的，这样子就完成了，超可爱。我们来两个稍微比一下好了。好，各位，它的大小的差距呢，大概就是像这种感觉，这样子看起来就有点一目了然了吧？对，然后每一种 size 呢，就有各自的使用方法，看你们自己使用需求是什么样。好，那既然是烽火牌呢，那既然就一定要烽火吧，那我们就来烧烧看吧。附带一提呢，他们这个碳夹啊，这些工具呢，我也是跟斯莫瓦他们那边进的，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好，开烧吧。锵锵，然后这个呢是斯莫瓦他们的手套，大家看得出来，我手指尖上面有写他们的斯莫瓦，超可爱。等一下，等它火大起来之后呢，应该会更帅哦。各位啊，有没有超美？OK， 大家早安。我们烧了一夜之后呢，大家看到灰呢，现在都集中在那边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呢，把灰处理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烽火台呢再稍微的刷洗一下，就可以收起来喽。烽火台烧完之后呢，它都会那个灼上那个颜色，就越烧呢会有越有味道哟。好的，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呢实际的开箱这个斯莫瓦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烽火台，而且呢它有大有小呢，真的还蛮方便的哈。然后我觉得焚火呢是在露营的时候呢可以增添你的那个气氛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程啊。当然如果你不焚火的话呢，你也是可以纯粹的享受煮饭啊这些那种感觉也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再加上一个焚火台的话呢，真的会为你的那个露营呢加分不少哟。然后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两款焚火台呢，还有另外一张我刚刚有使用的这个隔热的手套啊，虽然说它这个感觉很像是一般的那种毛手套，但它是隔热而且是防炎的哦。另外呢还有这个所使用的这个三件组，这三个在做焚火的时候你可以去捞灰啊，或者是你去刮它，然后去夹子之类的，我觉得也还蛮 OK 的啦。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呢在那个泽泽呢有在做一个群众募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焚火呢有兴趣的话呢，我在这边可以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哦。然后至于重量，对，我必须要讲一下它的重量呢，其实说实在的呢并不会说很轻，但也没有说很重，大概两三公斤左右吧，依照大小而不同哦。但是呢就反映在它的那个坚固度上面，因为它这个全部都是用那个不锈钢钢片呢所构筑起来的，所以相对呢就会非常的耐用而且耐烧哟。好，那详细信息呢我会放在 YouTube 影片下方，顺便哪里有兴趣也可以 check 一下哦。下次的录音要不要也来一个日式的麻叶烽火台来感受一下日式风情呢？好了，那今天的频道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而且一定要记得开启小铃铛，点完赞，新的影片呢才在第一时间通知你。那今天的频道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好，把它收起来。